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咧就收睇呢个洪方厨房啊！今日咧洪生唔喺度啦，咁啊即系得翻阿方啦，仲要 double 方添啊！平时咧就系阿方太啊洪生咧就出场多啦。今日我第一次有位特别嘉宾就系我老豆方生，大家好。我老豆咧本身系一位汽车维修员嚟嘅，养大佢哋都系全教呢个嘢嘅。系，所以咧佢屋企有士巴拿咧，都系一个非常之合理同埋合逻辑嘅事。不过咧佢退咗休之后唔揸士巴拿啦，好啦，士巴拿俾我，系揸咩咧？哇！呢、這个嘢啊，揸镬铲。最近我爱上咗佢。系啊，因为佢以前咧，佢人生我谂佢六啊几七啊年咧都冇入过厨房煮嘢食嘅，但系佢退咗休之后咧，佢厨艺细胞呢个 moment 就要。爆啦！所以今日咧就为我哋煮一味餸，系咩咧？牛尾汤。牛尾汤，睇下佢点煮啦。首先介绍牛尾汤，当然有牛尾啦。冇错。牛尾咧，嗱佢买翻嚟咧就系、是、当然系雪住噶啦。嗯。咁我哋要咧就将佢出咗水，出水之后咧。嗱，呢啲啊已經出咗水㗎啦，好大嚿喎啲牛尾都，我特登留翻兩嚿咧，正俾大家睇下個圓形係點樣嘅。冇錯，圓形嘅咁樣嘅，哇！嗰、那個靚仔程度咧就係咁㗎啦。嗱呢度咧，嗰個直播帶貨揾你都嘥曬。喂，啊、真係好抵食喎！嗱呢度都係。可以考慮一下呢一位嘅長者啊，八零九十蚊，就咁多啦。蔬菜類啦，嗱蔬菜類咧有五種配搭。嗯啊，薯仔啦，椰菜啦，紅蘿蔔啦，嗱、啊、呢、這個洋葱半個，洋葱係紫洋葱喎、啊，你用紫洋葱半個，紫洋葱因為方便而嚟到，我買靚啲啊，所以買。哦，多謝。咁啊，蒜頭係嗱、啊，蒜頭、番茄、香葉、香葉啊，香葉喺西湯裏邊啦，有陣時食食下，咦？點解有件樹葉嘅咧？咁唔係出邊嘅枯葉飄落。係啦，你又唔係想喎，因為打咁大風，你都執唔到柄樹葉啦。呢度一定要落啦。哦，呢個叫做香葉。香葉啊，好大嚿薑喎，好似你咁嚿薑喎。嚿薑。好啦，首先個步驟就係要飛水。飛水咧，有啲名廚咧，佢就話要凍水一齊落嘅。係喎。咁啊，但係呢只咧有個秘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骨髓裏面有很多營養素，若果假如凍水下去烚到它熟，它會走了一些精華去、哦哎、現在找到我幫忙跟著丟下去、哦、所以就不能夠一本通書，跟著山果就蓋它一陣。哦，這個出水的過程是挺新鮮的，都是第一次。等它山果千萬不要繼續滾。哦，那就焗多久呢？兩至三分鐘都得，兩至三分鐘好啊！喂，你睇下靚仔到飛起啊！好 ，OK。啊，飛完水，飛完水咧，我哋要將嗰啲邋遢嘢沖洗下佢。嗱，佢有啲血水啊，我哋輕輕揸一揸佢。洗完之後就仲有個步驟喎、啊，爸爸。係啊，洗完之後咧，因為牛尾咧。嗰啲牛實在非常強壯啊，所以好多啲脂肪啊，啲脂肪切咗出嚟係要嚟點咧？你係變翻做牛油？脂肪嗱唔係，若果你想利用佢咧，一陣咧就將佢嚟煎嗰啲薯仔。阿爸爸原來因為時間關係啊，學咗真係煮餸嘅方太啊，就已經係切咗一堆嘅脂肪出嚟，好多啊！咁啲脂肪記住冇嘥咯，要嚟煎薯仔咧就啱用啦。輪到啲蔬菜出場啦噃，呢個咧同嗰啲營養師咧，佢話啲食物嘅顏色要豐富啦，有紅橙、黃綠、紫，係咧藍就應該藍啊，藍有藍莓咯。但係你煲牛尾湯又唔會落藍莓㗎，唔需要啊。好啦，咁啊將啲蔬菜隨意切㗎咯，其實都係。又唔使切得太過碎嘅。係啊，我都唔中意切太碎嘅，因為你煲完之後就溶曬，變咗冇嘢入嚇。係，你咪滾刀啊？滾刀？唔係滾刀。唔滾啊？切絲嘅。切絲？係啦。出去飲係切絲，又好似係喎。切絲嘅。咦係喎？咦阿老豆都識得揸刀切嘢喎都，估唔到你係揸士巴拿叻。揸刀都叻喎！我睇將佢變通少少咧就 OK 噶啦。
因為時間關係咧，我頭先出咗去做嘢嘅時候，阿爸爸已經切好曬啲嘢咯喎，但係點解無啦啦多個解橙嘅，爸爸？嗱，橙咧係有個高人教嘅，係佢話落把橙皮落去咧，嗰啲味道啊特別好嘅。不過你唔好話俾人聽啊，知唔知啊？哎呀，而家個個都知道啦。姜落先，因為啲牛咧，啲牛尾咧，佢有啲俾嘅肉腥味係咪啊？係啊係啊，咁我哋煎一煎啲牛尾先。哇，都幾香嘅喎已經。係啊，我廣東人啦，做任何菜咧都係將佢煎先。牛尾就因為我預咗孫啊、女婿啊同埋啲女翻嚟食嘅，所以我就買多少少，但係。可惜啊，女婿唔食牛嘅 ，sorry。咁啊，煎香兩邊嘅係咪主要係。係啊。就唔使煎熟佢嘅。唔使。同埋我相信咧，四隻腳咧多數有一條尾，但係我哋人類點解冇尾咧？退化咗啦嘛。就係進化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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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係條尾退化，就係因為個人類進化。係啦。我同我老豆成日喺討論啲。哲學的問題嘅都，不過我都唔係好夠佢講嘅，因為佢即係博覽群書啦，有睇《道德經》啊、《乜經》《物經》啊、《詩經》啊嗰啲都有睇嘅。俾我近鏡睇下先，好靚喎！當然啦，我係好中意啲肉咧，即係你煲湯又好，或者食都好，都有少少微微嘅焦香，咁啲肉香咧先會出嘅。我哋仲有一樣嘢秘技咧，就係蒜頭啦。加力喎、哦，蒜頭點解唔好起鍋咧？因為蒜頭咧就燶啊嘛，係啦，好容易燶啊。係喎，我哋再喺度兜佢一輪，我哋係要攢水嘅。哎，我都中意呢啲啊，呢啲時刻就係炸聲佬。哦，壯觀。好似食得咁啦，已經。哦，美。好啦，逐嚿逐嚿畢過去。冇錯啦，就減輕個危險性咧。就若果你成鍋咁倒過去咧，就分分鐘會潑瀉咗噶嘛。掂。好啦，平拎棒冷滾。好，有個高人咧就又教你。係，掉落去。咁跟住咧就吸蓋煲大概九個字度，九個字嘅時候咧，我哋有好多嘢要做嘅喎。跟住再起鍋啦，而家咧就係嗰啲嘅牛尾嘅脂肪嘅大派用場啦。攞出嚟嗰啲，唉，啲薯仔嗱，你睇唔睇到啲油出嚟啊？有啲油。見到，哇！再撇一撇佢。呢啲油其實咧，其實好正常嘅油嚟嘅，因為只牛健康噶嘛。其實薯仔爆一爆佢咧，係有佢嘅實際功效嘅噃，因為佢一間滾耐嘅時候咧，就唔會溶曬啊嘛，因為佢始終嗰啲澱粉質嗰啲，咁你鎖鎖佢嘅表皮咧，就會飲嘅時候咧，佢圓形咧都可以不露嘅。係係。炒完跟住咧就要畢起啲薯仔，哇好熱啊，係咪啊？滾擦擦啦。好啦，畢起啲薯仔佢啦。洋葱咧，本來我老豆話唔使兜嘅，不過咧，我覺得洋葱本身咧都要炒一炒佢比較嗰種焦香咧先至會出嘅，所以佢就非常之好啊，就聽取我嘅意見。四十五分鐘之後咧，我爸爸實在太心急啦，所以佢唔叫我咯，一嘢已經鋸曬所有嘢落去啦，我椰菜啦、番茄啦、紅蘿蔔啦，做啲洋葱啦。作為一個汽車維修員，我爸爸咧個士巴拿真係不離身嘅，你真係好厲害啊！冇你嘢嚟㗎。咦，係嗎？見到你有茄膏喺度咯噃。茄膏咧就係、是、若果發覺佢唔夠色素咧，啊唔夠色，唔夠色咧，我哋要落少茄膏。佢都可以提鮮嘅，都可以提鮮，同埋嗰個視覺上咧就係、是、比較好睇啲啦。我就嫌佢啊嗰個色水咧唔夠嚇。可以再紅啲嘅，冇錯啦，大紅大紫，係啦，係啦，你都希望你個女啊咁，係呢個上天安排。哎，阿爸爸啦，好緊張啊呢個 moment， 因為咧佢咧就要俾人評分啊，就係佢老婆方太啦，呢啲粗重嘅功夫梗係佢做啦。師傅，終於輪到我出場啦。係啊，係咪等咗好耐啦？個妝都溶曬啦都。啊，嚟嚟嚟
呢？我試佢個味道睇係點先啊！最緊張係呢一刻。阿方太通常都是要求很高的，梗係啦，我要試下佢整得色香味如何。佢唔驅傳先，睇下爸爸的反應。哎呀，好喎！我都緊張埋一份，跌埋個烹點啊？呢位評判啲味道都可以，不過咧，如果俾我的感覺咧，我覺得鹹翻少少添好啲。鹹翻啲啊？係啦，因為而家覺得佢淡。是不是的？你現在重口味了，你要顧及我感受。不是啊，我已經淡了口味了。是嗎？好了，調完之後再試。再試一下這個味道。好啊。怎樣啊？忍不住笑。都 OK 啊。多少分呢？95啊。哇，95啊，很高的啦。我給100啊，100啊，太驕傲的了。是啊。有進步的空間嘛。沒錯啦，爸爸經常說怕搶媽媽這個方太的飯碗啊。不會，他有他的整法，我有我的整法的嘛，不同的嘛，大家都。又是啊，好啦，那啊，其實我們現在3點都沒吃午飯啊，大家等等這一盤。沒錯啦。牛尾湯啦，好啦，我哋開飯啦，拜拜！記住 like 拜拜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呢條片咯。好，嗱，我褪翻出去嚇，呢個結尾個 shot 都係見到佢兩個啦。好啦，對鏡頭講拜拜啦，拜拜！哇，真係3點啦，見到後面個鐘，拜拜！